一个还是母胎单身的人，是怎么开公众号教别人谈恋爱的？在人际交往中，主体信息出现的次序，对印象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很大。林老师，久仰久仰，我是真心的想要拜您为师的。我不需要毛手毛脚的助理。 这个铃声情商那么低，心理学专家，哪儿来的野路子？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。如果事情没有被完成，这种动力便会使人们对此留下深刻印象。还说对我没企图。当人们在遇到爱情的时候，大脑会产生一种爱情的催眠错觉。 成人的爱情世界里，越是对自己爱的人刻骨铭心，你就越会想为了他变得更优秀。那就一定要变得更优秀、更加强大，跟他一起并肩作战。